Hello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学习 HSK 2，第14课，你看过那个电影吗？你喜欢看电影吗？TJ Aibo 非常喜欢看 scientific movie。那在我们学校呢，也有一个globe 叫什么？Learn Chinese with movies，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去找一下啊。OK，我们来看到，这个生词部分啊，第一个叫什么呢？电影院啊，电影院，cinema，去电影院看电影，等。等人，你等谁呀？你等谁呀？等啊，OK，来看到这个是晴啊，晴天，sunny day 啊，晴天。再一个，一百是吧？100，100。这个呢是打电话啊，打电话。这个是玩。play to play 玩，OK，我们来看到一些phrases，电影院，哇，大电影院啊，去电影院还是更有 feeling 一点啊，一家电影院，可以什么？去电影院看电影，去电影院看电影，那去啊，经常有同学。啊，这发音不太正确。去啊，吁屈吁屈曲曲去啊，去电影院看电影。等，哎，等，哎呀，还没来。左等也不来呀，右等也不来，堂姐愿望苍天，止不住的好伤怀。一个小曲啊，等一会儿，这个晴，这个 sunny day 啊，晴，这个是向日葵啊，晴，这个是晴天啊，多云转晴啊，多云转晴，我喜欢晴天。但是有时候太阳太大了，很热啊。OK，我们来看到这个，这个呢是100，哇，这个当当当当，嘿嘿，这个是100元啊，嘿，Have money，OK，这个是100块钱或100元，这个呢是100朵玫瑰。送你100，送你999朵玫瑰。我忘了那首歌怎么唱的啊？送你那哒滴哒滴哒哒。打电话，打电话，打电话，喂，喂，正在打电话，我正在打电话，不要吵我啊。这个，用手机打电话，用手机打电话，玩，哇哦，这个小孩子玩，对吧？孩子正在玩，玩他的这个 football 足球，哇哦，这个玩，大家在玩皮球啊，在玩皮球，这是一些词语的 phrases 啊，来看到，一些 sentence structure。他说过这个问题，这个过，说过，过表示，already happened，这个 web，过加过叫 object，他说过这个问题，他有说过这个问题也可以啊，就是他说过这个问题，我喝过这种牛奶，他唱过这首歌，那表示什么？Have been 他们穿过红色的衣服，他们看过这个电影，
我去过北京。哎，你们有来过中国吗？OK。哦，那 negative form 就是没，他没说过，他没喝过，没唱过，加个没就可以了。OK。哦，这个呢是 interrogative sentence，他坐过飞机没有？他坐过飞机没有？加上没有，这是一种kind of form，question form。这个verb 加过加没有。他们去过，你们去过他家没有？你看过这个电影没有？你在这里吃过晚饭没有？你去过中国没有？他来过你家没有？这个 sentence 啊，OK，那还可以加上数量词啊，数量词三次、一次、两次，去过。在后面，这个 noun 加次啊，他穿过三次鱼，他去过一次他家，他坐过两次飞机，我们看过三次电影，然后，get married，OK，就结婚了，也会嘛，他们坐过一次火车，我在这儿吃过一次饭，OK，那也可以把这个数量词 noun 加次放在the end of the sentence。他们穿过鱼三次，我们去过他家一次，他坐过飞机两次。我只坐过飞机大概三次啊。OK，来看到这个。我们去过北京三次，他们去过中国一次。我上星期去过医院一次。那具体的时间可以放在动词的前面哦。说你来过中国吗？你来过中国没有？哦，我去过中国五次，五次啊，五次。OK，我来看到。这个dialogue，我们来看到啊，这个哇哦，你看过那个电影没有？没看过，听说很有意思啊，very interesting ahead，听说很有意思，那我们下个星期一起呢去看吧，可以呀。但是我女朋友也想去，我不能陪你去，我要跟我女朋友去OK，来看到这个，这个呢是在哪里呢？应该是在办公室in office。听说你去过中国，还想去吗？我虽然去过好几次，但是还想再去玩玩。哎呦，千万不要在中国待很久，你会喜欢上的。那我们一起去吧，好啊，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啊，我给你打电话一起去。OK，在房间啊，room。哇哦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哎，明天天气怎么样？明天天气怎么样？Sorry，虽然是晴天，但是很冷。哎。What happened? Sorry. OK，那还能去跑步吗？可以呀，可以。但是你自己去吧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啊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OK，我们来看到在商店啊，in a store。我们来看一下在买衣服哦。你在这个商店买过东西没有？买过一次啊。这儿的东西还可以啊，就是说就是不便宜，not that cheap。我喜欢这件衣服，但是觉得有点贵，200块呢还可以啊，喜欢就买吧啊，喜欢就买吧。OK，那这里一个表演啊，5分钟啊，就是。
一个是马克，一个是大卫，表演课文中课文和以后的故事。那这个呢，在 One Love Lesson 呢，我会给你 low play 好吧？那这个，比如说我们读一下喽，好吧？马克，你在这家商店买过东西没有？买过一次，东西还可以。那我们一起，那我们那一会儿我们去看电影吧。好呀，你看过那个电影没有？还没有，听说很有意思。哦，那我们一起去，我们下午就去吧。哦，不行，我女朋友也喜欢看，我要跟她去。OK， 这个呢是在 One One Love Lesson 啊，我们 Love Play 啊，我们来看到这个，review 一下，这是新的一些词语啊 ，review。第一个呢，电影院，请等一百，打电话啊，还有玩，过没有，是虽然但是，你去过电影院没有？你坐过飞机没有？你吃过？你去过中国没有？你去过中国没有？那这个呢是一些练习啊，那练习册包括 textbook 呢。在下面的链接 link 可以 download， OK， 那做练习做 exercise， if I have any question， message me， OK， I'm teacher Aibo， can't wait， I sing a song for you， 叫做有一种思念，永不疲惫，OK， 讲一下啊。我看着你转身离去，任凭眼泪，好像这样做了啊。我看着你转身离去，我看着你转身离去，任凭眼泪在雨中纷飞，好像唱错了。几时候想说声可不可以话到嘴边还是放弃？都说爱难穿越四季，烟花会尽，寂寞难说伤悲。不要再说什么情非得已，海誓山盟还是分离。有没有一种爱叫不叫人流泪？有没有一种情永远不觉得？Oh my God, for 我忘了怎么唱了 ，Sorry. Okay, see you, bye bye. See you next time, bye.